大家好吼，今仔吼，首先就是要来介绍阮本宫吼，即个关大甲即个缘由啦。本宫初次吼，咱即个关即个大甲吼，是查落大约伫民国六十几年的时阵。哦，啊，因为主要就是看吼，啊，一挂幽宫啦吼，伫遮咧观大家吼，感觉讲真趣味啦，所以啊，作为本宫的灵魂就想讲，哦，要来个试看卖，讲啊有遮神吗？哦，有遮侪神力会当安尼指挥一顶轿安尼来震动安尼，所以当时吼，才甲咱灵境吼破了灯，哦，来照出吼大家。要来试看嘛，试看有这个神力无啦吼。当时首次观大家吼，阮是这个调这个阮的银主哦，文富千岁千岁爷哦，咱本宫的太祖爷，民国七十几年，佮算阮这批人啦吼，阮这批较下人，当下佮开始哦来观大家的时阵哦，是来调阮银主哦，天上圣母，当时。照大家来的时阵吼，因为去甲破一阵笑，啊，所以破一阵的人就想讲，阿姨啊，你今晚今日唔爱咧管大家吼，啊是啊啦，较要照大家，所以因的人员吼，啊对这种大家吼来到阮庙里啦吼，啊初次阮开始管的时阵吼，因为阮完全拢是青卡，而且大家拢是足天气的，吼啊所以虽然迄道管两三点钟，但是终于讲。规顶轿吼，都弄来弄去吼，亲像要起架安尼。但是因为吼，本宫大家拢是青卡啦，吼，所以未晓安那去闪这个轿，互伊会当安尼来起架，所以拢弄过来弄过去啊，出境啦，一挂代志拢有啦。吼，结果咱当时破电车的大家人员吼，因为因较有经验嘛吼，所以就是讲看到大家这类形体吼。亲像哦，那想有啥物重要的代志要来处理，还是要来交代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就参本宫的人员参详，哦，啊，是毋是？哦，由因哦来代替咱哦来伺候大家来观看嘛安尼。哦，结果迄落经过沟通，哦，啊，落单互因落去替阮服务来观看嘛。因的人员落去了后，大约差了五分至十分。规顶大架了，变变起，一直起来。啊，因为上奇怪的就是讲，因为普遍的人对阮庙里的这个人事这个方面啦吼，伊完全是无了解吼。结果大架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咧找一挂吼本宫吼，像讲正机啦，吼，啊是讲平常时啊吼，啊王爷有咧甲留。有咧灵感的人，哦，结果因竟然无熟识，竟然我都一个拢去甲找出来。我迄当时，阮爸伫庙边咧卖米嘛吼，有甚至有一个走去米摊，即个阮爸的米摊，哦，即个大家竟然我都一直愈去到大林，哎，嫌咧倒啊，就要甲变起来，硬找即个人出来安尼，哦，所以迄当时吼，十几岁的我吼，感觉吼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啊了，大家接触嘛，唔知到底是要从啥。伊都遮个人找出来吼，就是安尼辛苦啦个，有一啦保身的符灵吼。啊了，另外佫开了足济保身的符灵，交代讲，即个等下伊要办事，吼啊要对去的人一定爱每一个配搭即个符灵安尼啦。吼，啊了交代吼，本宫吼。这个百几年的消化吼，大家也是爱对大家随行啦。安尼交代完毕，哦，大家就是安尼恭迎吼，怎啊针对这个阮庙边吼，就是有两个县官，阿伯有一挂面体啦吼。啊，当时我所在就是讲，这个面体大的这百姓啦吼，伫进程中一直。咧反映讲，
伫因大，阮即个后殿遐吼，定定会看到一寡无应该看到的物件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吼、哦，公司咧王爷听听的，参信宝听听的，是拢无表示啥物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安尼因知影安尼。结果就是伊就是要借即届光大假，吼、哦，怎啊点点要去处理遐，哦，所以阮江中根本无人知影伊要做啥，啊，拄啊卡合。大家也想我们关大家试看卖，哦，啊了，这个大家一枪内底灭二了，第一个县官哦较大，所以大家当然是顺利安尼怎啊行过。叫第二个县官较小，哦，大家经过向前啊弄弄三四道拢未过，哦，但是伊当时大家就讲啊，这未过，这是要哪过？结果伫刹那中间，大家向阳扭倒体。一个冲力，一声安尼甩伊一个一声，哦，咱竟然咱大家转过一个县官，哦，啊事后，哦，大家气气嘛，想啊这个未过哪会过，哦，雕工佫摕这个文公尺去甲量，哦，量这个门的大小，参大家本身会做的大小，竟然是未过的物件，伊竟然有法度靠一个势怎冲过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啦。当然，办事全面的甲阿伯的心，因阮阿伯哦有一个古井，结果遮个看袂到的遮个物件吼，竟然拢是秘伫古井呀，哦啊，所以一枪秘哩，就是到古井边，哦，迄当时就发生足济奇景啦吼，起价啦吼，啊，平常时有咧有灵感的人，大家拢起价啦，都天场了，差不多拢是一片混乱啦。啊，都大底碗、细底碗，一直杀，一直杀，就是拢咧砍一寡咱遮的鬼魂啦。哦，啊，上奇怪就是讲，去到阿伯的时阵，哦，伊每一个算讲，较会使讲是较大尾的啦，较大尾的这个鬼魂哦，拢是用碗来砍的。哦，啊，大王爷的符啊，安尼。收了要回来咱庙的时阵，哦，竟然发生一件讲这个挣脱的事啦，因为交代哦，这碗拢是爱由法师哦，啊来旁边三边的后殿哦，要王爷来办，结果到大殿的三竟然有一块哦，算阮来阮中中上厉害的法师摕迄块碗哦，照伊讲的是讲会喷啦，我说但是咱唔是当事人，咱唔知影啦，哦，讲会喷怎喷？怎喷走？怎换？怎攻破？哦，但是伫迄个当时的时阵吼，这个大家吼，竟然偷抢的吼，用用代价哦，占四千的代价哦，偷抢的屈下哦，啊四千的亲像咧掠鱼啊呢，哦啊怎啊卜卜卜卜安尼，亲像咧砍物件咧，竟然佫将这个亡灵安尼，佫啊砍倒起来安尼，哦啊所以这个事件。哦，就是正经阮初次哦，关大家哦所发生的一挂神奇的物件啦哦。